Changer21C 是一台由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来的性能猛兽，别看来头不大，但绝对是超级跑车界的一匹黑马。 Changer21C 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传动系统，该动力系统由 2.9 升平面曲轴 V8 发动机和两个电动机组成，使得整个混合动力系统最大输出功率1233马力，百公里加速仅需 1.9 秒，最高时速更是可以达到恐怖的431公里每小时。毫无夸张地说，法拉利兰博基尼在他面前都是弟弟。此外， 21C 还创造了0-400米刹停倒零用时29秒的成绩，打破了此前由科尼塞格 Rag Era 保持的 31.49 秒的记录。怪兽级的性能意味着高昂的售价， Changer21C 全球限量80台，售价170万美元，约合人民币1178万元。作为超跑的颜值担当，21C 的外观则是由 AI 操刀设计的。为了更好的空气动力学特性， Changer 经过人工智能计算优化， 3D 打印建模完成车辆组装。 Changer 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了所有的汽车零配件，从底盘悬架到车身、仪表盘，甚至是风挡玻璃都是 3D 打印而成，相较于现有的汽车制造工艺，可以说是绝对的革命性技术。那么像这样一台 3D 打造而来的千匹性能猛兽，你喜欢吗？